这个就叫全麦面是吧？全麦面，我们叫瘪三牛面。你们叫啥？瘪三牛面。着陆的，不看下三斤。这下点雪，好好背了。哦，下雪了。哎呀，下了一小雾，是不是？哦，下的可大了。哦，就是。你这是每天来这村里头，是就在村里头买的？每天嘞。哦，也从外村来这儿来。这是这是闸北的啊。哦，闸北新杀的啊，这是三阳的大公鸡。哦，这多少钱一斤？十二一斤。哦。这是三阳的大公鸡。啊。哎，加椰子，10.5。他不玩你。锅边核桃，加的骨头丝儿，都10块一斤。山上的金光子、金花生。这青菜咋卖了？这两天？青菜咋卖了？青菜2块。哦，这两天菜便宜啊。这个那个叫是啥？那个韭菜，韭菜几块？韭菜10块钱一斤。这不是你自己种的？是。这人们大棚里头都种了吗？对了，都庄稼了。是吧？就是过年呀嘛。就是我月亮那了，今儿就这个季节发就2块是。哦。差不多2.8块。是不？啊？30块。胡萝卜。胡萝卜2.5了。这是坝上麻油，坝上麻油可以找我们自家的。哦，这自己家的，这多少钱一壶？120。哦，120。130，还有一壶。这几斤了？10斤？9斤半。啊，9斤半。小米，这小米哪儿的？这儿小米是淮南的。淮小米啊。有一些淮，有一些的了。哦，这是啥面？油面？全麦面和白面。啊，这是黑白面。一碗大枣地子面。哦，这是连皮是不一块抹的？对、现在很少见这种面啊。啊，很少见这种面。哦，就在网上能买上，但是网上买什么咱们一杆抹的好呀。这是哪儿的小麦？坝上的靠帮。坝上能种麦子吗？坝上有麦小麦，大枣呀。我以为就能种那个油麦了，坝上。坝上一该种小麦，是不是？我第一次听您说。哎，你问我这不是坝上的？你不是坝上的？坝上，我也是坝上，他也是坝上。哦，你是坝上哪儿的？我是坝上快活的。哦，哦，这是连那个一块磨的啊、哦哦？这多少钱一斤？3.5。哦，这个就是发面也吃馒头啥的啊、哦？这个就叫全麦面是吧？全麦面。我们叫瘪三牛面。你们叫啥？瘪三牛面。瘪三牛。啥叫瘪三牛？他就是牛面，就叫瘪三牛面。瘪三牛面。过去人们吃这个啊。过去啊，人们都吃这个。现在人觉得和这个还好了还，过去是没办法那么一块磨的。那坝上现在那小麦一亩能打多少？好
好嘞，打个四五百件儿，旱地多，旱地能种小麦来。那一该炒股到这做小麦啊、哦！我不知道坝上能种小麦。啊、哦，这是带点高棉。高棉，淮安的高棉。淮安的高棉跟淮安的小米好。哦。啊、哦。这个全麦面现在卖的快不快？快是不快，但是有时候遇到就一个人过了是三十斤、二十斤就拿走了。啊、哦。人发面吃。一个值个一斤、二斤。吃馒头啊。吃馒头，吃面片也和白面和起一样，一般吃面片这还得和白面了。哎，你这吃面片你这个太多了，还呀？吃馒头不有吧？吃馒头，你要是稀和也得和白面。哦，这个整出来是不是挺黑的？啊，你要做做出来可不可？蒸的时候跟咱那个蒸馒头一样，发面一样一样。哦。但是你买不上好面了，蒸馒头不好蒸了，好点再就好蒸。哦。啥叫藜麦呢？我看藜麦是啥东西了？藜麦，哎呀，藜麦今儿我也没出来玩。吃了这个藜麦。熬细，嘴巴上都是熬细。这个脱了皮了啊。哦、啊，这几年坝上也种，营养价值高。你要好个吧，怎么多好喝？喝起来不好喝。八十藜麦，好咱们健儿会尝试啊，传的可好了。大哥，这个藜麦是不是野生的呀？八十。它也是粮食作物，我还以为是就是地里头长到那草了。藜麦最早是德国的产品。德国的产品。哦，后来咱们已经做过是青海省青藏高原那边高原地带做的。啊，这是寒冷地区可能种。后来巴沙的人是去这个，一开始是，去这个东北那边的人去宝地种。去哪儿？去巴沙。巴沙，嗯，宝地种的。就种藜麦了。哦，这个产量高不高？我不知道，具体不知道能打多少，打个三四百斤、四五百斤。啊，这卖的贵，三四百斤也合适。哎、啊，我这十块钱是处理价。哦，你上网上查个最低是20块3。藜麦啊，哦、啊，白藜麦最好，你要是黄藜麦、黑藜麦都好。啊，黑藜麦得个180块钱一斤吧？黑藜麦。黑藜麦。哦。黄藜麦得40-50。有。数白藜麦便宜了，白藜麦便宜。今儿个又见了大了。